注意信仰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，五蕴皆空，是出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这个主题的意涵是：五蕴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分别代表色心、感受、思想、行动、业识，是人身体、心理和精神整体和合所产生的作用。有一句寄语在讲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无常来临时，家庭、事业、金钱、声望等拥有的一切，一分一毫拢无法度来带走。唯一会当带走的，只有咱做下的善恶业报。而五蕴中的色，就亲像记录业的随身碟同款，会来保存咱对过去到现在种种的言行、思想所产生的业力，并成为影响未来到后一世的经济。行天宫宝经不道神君四合真经就记载，太上老君观见众生意劫飘顶，周回生死，因过去世所做之善业甲恶业的果报轻重无同。有人今生出生在富裕进步的环境，也有人出生在穷困落伍的地区，也还有人因为贪嗔痴爱欲等恶心的牵引，贪恋财色名位甲物质享受，犯下杀盗淫的恶行，也是放任歹脾气，引发冲突对立，致使恶口妄语的风波难以平息，也是无法辨别是非，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，伤人搁害己。诸般恶业若无及时停止，就会陷入恶性循环，形成难以驱散的恶因浊气，蒙蔽了搁较多的人心，不但致使天地失俗，灾劫、疫病、人祸等接连的降临，自己也因为业障深重，人命终时，沦落到畜生道、五鬼道、地狱道的恶报，不断承受苦果，难以修仙还心。所以咱来明白，人生难得，今生也阁会当做人，是前世善业累积的福报，若是会当继续修仙，未来就有机会跳脱生死轮回，不再受苦。咱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免疫贪嗔痴爱欲的污染，并予天地恢复清零呢？首先，咱来放下执着。行天宫净行导师显空师父开始，爱修炼看破世间的金钱、色相、地位、名誉，连一切空。咱来体悟万法皆空、因果不空的道理，明白人世间拥有的一切，无论多少，拢只是暂时的借用，就袂做下盲目追求甲偷取争夺的恶业。更进一步是本心自性，真心忏悔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并勇敢改正恶习，
洗净过往无明的罪孽。最重要的是，咱要积极发挥仁德善良之心，以孝悌忠信来善待家人甲生活中的人事物，以礼义廉耻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不逾越分际。如此善用人生做有用的代志，安尼不但会当累积道德资粮，也阁会当随缘消旧业，不再做善用，未来世就会当道生善处，甚至超脱生死轮回，天地卖受到感召，风调雨顺，祥和清灵。希望大家拢会当发扬善心，提升道德，保持心灵精神美善，互咱的人生、社会拢会当更加和谐平安。